必接一界心意呀。二，舍利弗，犹疑，故其自心意念，为量力自述算，复知其性多数。表明心有所疑，以为我等贫穷夫之主，护法受之受。常言呐，行文处法啊，生道有太多劫啊，何况你是异类。如今的身体啦，是佛果若出意吗？强大眼上行识，痴得正信两难呐、啊。这就是文殊菩萨啦、啊，甲地藉菩萨的对谈中，地藉。的怀疑已经是完全解释了，因为梁女呢，伊现身在道场，尤其是梁女啊，用真简单，但是呢，真深奥，迄个心灵的境界透露出了。赞叹释迦牟尼佛，尤其是呢，所得迄个深远地，会当透彻了解啊，众生罪福相等等的因缘果报。伫因缘果报观呐，同时呢，含着真深的。意义，这简单的基本呐、啊，就已经呢完全地藉菩萨已经了解啦，知影梁女啊，以体悟法，迄、那个心境已经超越啦，所以。地藉的心啊，疑问已经解释了，但是呢，还有舍利弗，舍利弗无法度了解，因为菩萨甲声闻呐，声闻甲菩萨来比呢。当然啦、啊，迄、那个智慧还阁有差一点嘛、啊，而且无明啊，声闻也无明，还阁是比菩萨还阁真多，所以菩萨清楚啦，声闻呢还阁有疑啦。所以舍利弗还是怀疑，那么所以表达出了伊的心有疑问呐、啊，伊就马上接落来问梁女啊，讲你阁无偌久就会当成佛，这个代志我无啥爱相信。啊！你家己也安尼讲，自述就是家己讲，过无偌久，也会当成佛。佛陀知影你会当真紧就成菩提，你家己安尼讲啦，也未讲了伤过自大呢，怎啊？有讲过去了吼，
真是惊，你若讲伤过头啦，可能啊，有失意失吼，甲这个事实啊，可能还阁差真多。你讲真紧就会成佛，事实呢，甲所讲的也差真远。你讲了会伤过自大无？这是舍利弗提出的疑问啊，所以伊表明了心有所怀疑。两路家己讲的，讲佛应该知影我真紧就会成佛，这中间啊，这舍利弗还佫有一段真长的距离，迄个。信心也阁无法度呢，安尼接起迄个信心来，所以表达这段，所以讲意思啊，就是家己甲两路呢来比较，伊家己呀，伊感觉讲，甲两路感觉。两女呢是畜生类，两女呢是女性，所以啊，甲伊是丈夫心，大丈夫心呐，就有法度承担真大诶天下事啊，感觉讲吼，伊诶地位是第一啦。哪有可能呢？无法度了解佛陀的心意，哪有可能无法度了解呢？佛陀智慧的意境，一个两路呢，就表达出了佛心内的意境，伊感觉心有不合，伊表达。伊怀疑，伊无相信，无相信梁洛所讲的佛，了解伊真紧就会成佛。伊感觉安尼用有疑问呐，因为佛陀也未开口，也未讲话啊，是梁洛家己。向佛陀讲，佛陀应该了解我，真紧就会当成菩提。所以舍利弗真紧就回答出来迄个怀疑的意思。所以认为家己呢，伊是一个大丈夫心啊，而且呢，就是有负起了迄个佛俗。知修，伊地位第一，伊会当代替佛陀伫外面传法啦，会当转凡为圣啊，予真侪人接受佛法，脱离凡夫的心态，会当去追求呢。圣人的妙法，伊感觉伊家己有法度大佛传法，伊是智慧第一，所以伊无法度相信两路会当遮尼紧啊，会当了解佛陀的教法，而且。是家己讲，佛你应该了解，佛应该了解这个罪福相，这个罪甲福啦的形态，应该拢总会了解，也嘛了解呢。我会当伫真紧的时间内就会当成佛，这拢是量力家己讲佛。伊会当了解伊，因为安尼啦，舍利弗，
他就起迄个疑来问啊，舍利弗讲：我是大丈夫心，我会当呢闻法，我会当传法啦，我将来呐拢会当真有幸伫佛的身边，伫咧听法，佛陀讲的微妙的法啦，我拢听啦啦，大小乘法啦，我拢听，我嘛已经得佛甲我受记呀，所以呢，我应该真了解佛啦，哎，我要行动。法听这么久啦，要成道呢，都还阁都爱等待哦，等待正长的时间，佛陀教我受记，还阁爱等待遐尼长的时间呐、啊。何况你是异类，你唔是人，你是畜生类呀、啊，尤其是女性。愈直的身体啦，所以是佛果若出意吗？你感觉会当成佛遐尼简单吗？我堂堂的男子汉，我都爱搁在等遐尼久，也你是非人类，啊你敢有法度真正成佛会当遐紧吗？遐尼容易吗？所以，强大眼上行识，持得正信两难呐、啊。敢是安尼？你安尼讲，讲佛陀会甲你证明，哈、啊，你会当真紧的成佛。这，你以为成佛遐尼简单吗？你若讲了上过紧啦，恐惊伊讲过头去啊，忧伤迄个诚实，咱讲话爱诚，爱个实在啦，诚诚信信的，是咱修行啊的本分事。你讲了伤过头啊啦，以为呢幸福遐简单，无遐简单呐、啊，所以爱讲话爱负责任嘛，那爱取得正信量难吼，啊，那爱心正信实啊。真正会当成佛，其实真困难咯。这些舍利弗呢，对两路啦所抱着的怀疑，修行啊，讲话呢爱真实，爱予人会相信。这是真正修行者，这是真正有法度呢。这是讲法，这会当予人相信。啊，你这个两路啊，讲话呢，那予人未相信啊，你要安怎生活啊？意思就是安尼，这是正面的文呐、啊。就是安尼讲嘛，是舍利弗疑量录。长的文哦，你为不救得无上道，敢是安尼呢？敢有遐尼真简单？有可能？
你家己向佛安尼讲啊，你无偌久就会当成佛，都叫佛甲你证明世事难信啊，这个代志，予人真无法度相信。我舍利弗，智慧第一，我也会当听法，我也会当闻法，我也会当传法啦。我是一个大众佛像，我都无法度。佛陀甲我受记，还阁得真久的时间。你是异类，你哪有可能呐？舍利弗呢，就是用安尼来怀疑吼，搁另外怀疑提出来讲，所以食好，我未相信是安怎呢？如心故为啦，非是法起，因何令得无上菩提？我不爱相信呢，那就是因为呢。如心啊，非是法起，因为如心有障碍啦，这个障碍真重啊。如人啊，除了生理上的故为啦，也阁有心理上的故为，阁有在人间呐，真侪礼教的障碍。这真多的障碍啊，如心啊，哪有法度安尼真紧就会当成佛呢？这是舍利弗的怀疑，明讲出来，就是有这多的障碍啦。何况讲，这无因无缘，叫佛甲你证明，因为。下面一段文安尼讲：佛道显空，经无量劫，勤苦执行，即修诸道，念何乃成？由汝人心啊，犹有五种，真诶是。舍利弗来讲吼，这佛陀遮尼远啊，是真远。你爱从偌久长的以前啊，无量劫以前啊，都爱开始修行啊呢，爱不断发心啊，不断的在人群中啊。修妙法啦，立灵根啊，度众生啊，爱经过呢无量无数劫，爱真正的殷勤啊，去累积六道万行啊，爱修真多的殷勤，六道万行啊，才有法度呢成佛。何况讲，女人的心啊，也阁有障碍，这就是以舍利弗呢所讲的真远，佛陀真正是真远啊。众生无痴的心行啦，爱经过了空劫来，安尼直直流转啦。咱众生就是安尼啊，凡夫啊，何况呢，两路啦，也阁是伫异类，唔是伫人类里啦，所以伊该列入。异类非是再度去，就安尼
爱伫绿道流转真久的时间，爱不断修行，何况你得生累呢？这认为伊真困难，所以啊，爱经过了无量劫啦，勤苦执行，爱真勤哦。人类呢，要修行啊，都要真勤啊，殷勤啊，要用长时间不断累积修行。这六道万行拢要真执着，然后才有法度成啊。这表示要经历多劫。咱常常讲啊，成佛不是你生活你就可以成佛啊，不是哦。你相信啊，我所讲的法，依教奉行，不是一生一世。除了呢，去立灵根啊，以众生结好缘，成佛就是要说法啦。那无人爱听你的话，你的话在人群中人无用，用袂到，那安尼呢？你都无法度好生活，所以你必定呢，爱入人群中去结真多的好缘，然后啦，爱所有的行啦。六道万行，佛是持戒忍辱精进啊，禅定智慧具足。那六道呢，再搁再分呐、啊，分成了真侪众生所需要，你爱去适应众生所需要的，所以这你敢做得到？你现在也还是疑虑啊，这不是这么简单做得到的事情，所以呢，这个诸道要经历了诸道啦，真多的方法哦，才有法度呢。诸道就是六道基础，干那忍辱啊，都无简单咯、哦。众生共穷啊，难调伏啊，天下污浊啦，人心多变化，人事呢重重困难，这。要入人群中，要真多呢，堪入。在这个堪得忍耐的世界里，你敢有法度？在这个堪入的世界里，安尼不断长时期啦，来来回回，所以这个布施的忍辱行啦，你敢做得到？布施，众生所需要的真多，心理需要的有偌呢真多呢？这个根基无同啊，烦恼复杂，你敢有法度
有法去度化伊呢？这是众生的心理，也阁有众生啊，伫这个堪忍的世界，随着伊的业力因果来人间，受尽了苦磨啊！你敢有法度用众生的苦，一一去甲伊救度呢？去满足众生所需求、所需要的，你有法度通去付出吗？这里就是布施呀，其实就是爱菩萨的六道万行，拢爱真执着。你有法度持戒无？你有法度精进无？你有法度定下你的心，开启你的智慧，有法度修真多呢，才忍辱布施的行，你家己的本心会当精进无间断，定着你的心力，你敢有法度？这就是咱修行者真重要啊！卖讲是禅定智慧啦，干阿讲精进呢，咱就真困难。啊，讲心要一定落来呢，这也无简单呐。真多代志，伫这个人间里，咱也感觉这么久的时间，咱爱去付出付出。生生世世，长久的劫数，无量劫数，这哪有可能？我要安怎做得到？化成如品啊，不如回去吧。这种的念头，咱一世人不知起几遍啊，干那一世人，要下当我发心。我就心拢无退，我精进，我拢未停落来。这一世人爱有这个念头，都真困难。何况讲生生世世，长时间呢，六道啊，未会当安尼继续。这敢有简单呢？真无简单哦。所以啊，菩萨六道万行啊，因此诸法大行令道之通达，讲完都爱有法度啦，有法度家己吼，那会当六道拢真圆满呐。咱家己有法度安尼度过这六道的方法也无，咱是不是小法做一个就开始呢？心就起懈怠呢？短暂的时间，心就起退，度心呢？这无听到咱家己呢，嘛是安尼呀？咱要安怎去度众生啊？咱必定爱记住遮个法，一定爱有遮个法啦。行因就是六道记住，安尼不断地行过来，这个经济啦，生生世世不断的累积，安尼滴滴。过来，所有的法啊，拢总呢，从小小的种子，会当变成大因、大缘、大果、大报。咱一定爱到安尼啊，一生无量，咱有法度到个一生无量，那无量种一生，
伫无量义经嘛，安尼讲过去啊，这个经济会当到个一生无量，安尼才是真正通达公愿的时阵哦。这就是道无尽，道无尽呢，就是啊，不断不断呐、啊，生生世世无间断。连连接接的，安尼累世都是度众生，安尼叫做度无尽，这就是咱爱了解。何况讲呐，有如人心呐、啊，又有五种。前面讲过去吼，女人的心有五种啊。那一就是多染无明善变，女人的心呐、啊，真侪染着污垢吼。那尤其是无明特别重，这。善变啊，女人要叫伊讲吼，坚定伊的意志，真正是真难呐、啊。女人多欲啊，因为呢欲念真多啦，尤其是痴妄、娇气，这都是女人的形态呀、啊。女人呢？软弱吼，业障恶缘，真侪恶之源呐，真侪恶啊，拢是从女人起吼，女人的心态生起了恶念啊，所以女人猜忌有这个道还有这道啦，这个无明的心态吼。那道行即灵呐，女人呐、啊，也个真侪烦恼、颠倒吼，这个颠沙无明，这拢是女人呢，诶，障碍的。敢毋是呢？世间呐、啊，女人多烦恼，讲一个辛苦。女人都特别的爱水啊，爱装啊，看看，敢那迄个身躯画伫伊个身躯个面顶呢，爱偌济诶费用啊！啊，化妆品啊是足贵个，啊，愈贵呢，伊为着伊要爱水，化妆品啊消费真。管，所以伫街路市面人呐，在百货公司的内底啦，女人的装饰物啦是偏高哦，所以咱就知影讲，消费者多数拢是女人，女人呢就是安尼，逐天拍开。因服毒啦，就是拢拣一领衫，逐天都是伫咧逛画土行啊，干那为着伊个身躯啦，就是安尼装饰啊，珠宝店，好一入去呢，一粒珠啊，珠一块宝石哦，
敢若伫手镜头啊，安尼害一个尔丁，迄是拢爱几千万啊，几百万啊，真诶，女人啊，都有啊，而且呢，迄、那个车望啊，真正呢，迄、那个欲望真悬吼，迄、那个奢侈啦，真正是。真大，生活真简单，就会当生活。伊就偏偏呢，爱遮尔真多的装饰品呐、啊，伫伊个身躯里，尤其是呢，娇胎啦，要依赖依靠人啊，安尼腰娇啊，体态啊，西奶啊，等等啊，真呢。这种的体态拢总有啊，所以予人感觉讲啊，女人真软弱吼，尤其是呢，嫉妒心真重，嫉人妒贤啊，这都是女人的心态啦。所以女人呢，就是心内拢起真多的烦恼啦，啊，迄个烦恼呢，亲像钉沙共款。的无明，这呢嘛是女人的五种的障碍啦，就是有这的，这五种的心态，下离婚的，也，就是根据安尼，女人有这呢多的障碍啦，所以下离婚，他。这种怀疑啦。所以下离婚。不敌两路呢，是大乘根器，俗习原因得成佛啊！伊还阁无了解吼，两路呢，虽然今生伊现上在海里，海中人成为两路，其实呢？就亲像释迦佛，累生世呢，在六道林、三道林，佛陀嘛安尼定定去啊，去是为着要度众生啊。来人间，佛陀呢现上人间，是为着要度众生。所以伊成佛啊，所以各种的形态，伫无同的境界啦，菩萨呢，的极因度无极，已经完成，在任何一个境界是伊的最核心，开始伫迄个境界，安尼会当成佛。梁路呢，伊是专伫梁江接受佛法，伫梁江呢得度众生，因为呢文殊菩萨来来回回伫梁江说法，梁路在梁江呢接受佛法，这嘛是现象伫迄个所在，梁江修行。听法、体会，都会当体会佛法。在现安呢，地动地的心态啦，接受深奥的教法，这嘛就是要予大家人敬听，佛性平等啊，不管是人。人的身形，
或者是呢，特性多的身形，同款呢，都是有如来真如本性存在。这要让大家人啊了解啦，了解佛性，人人本具。啊，唔只是人类，啊，人类唔只是男人，就是女性呢。也会当修行，也会当说法，也会当度众生，也会当成佛啊！这呢是两路呢，现为特性类的最低两种啊，尤其是女性，尤其是动物的身形，亲像阿弥呢。都会当，要来向佛陀讲，佛陀，你甲我证明，我真紧都会当成佛。其实唔是需要佛陀证明，是要互大家人了解，讲众生皆有佛性。因为佛陀呢，讲说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呢，要人人会当成佛。不管你什么形态，不管你是什么款的身形，只要你发心领悟佛法啦，同款修行，同款成佛，这就是《法华经》内底啊，哎，讲出了真多呢，予咱大家会清楚啦。要那无呢，亲像《多佛塔》。出现在人间，都是在灵鹫山呐，就是大部分为着要听法来，过去佛为听法来，嘛是要予咱知影讲，这《法华经》的重要性，大部分来证明嘛。其实呢，大部分呢是咱人人心中。自有灵山塔，要甲咱表示呢，这是佛陀的慈悲，用安尼的方法，予咱大家人知影，吼、哦，原来人人呢都是有安尼的灵山塔，灵山塔内呢有多部分果佛啦，就是无始以来这。嘛，已经甲大家人讲过去啊！啊，都塔门爱开，都大波佛都出声音啦，来赞叹，来证明释迦佛伫娑婆世界讲《法华经》，甚至赞叹《法华经》是诸经之王，这嘛就是要予咱体会讲。咱了解佛法，体会这《法华经》这道理啦，将分身佛啦，就是把法呢拢从归位来啦，集中化来，多生多劫啦，有修行过，那长久的时间听法过，这法啦，法。是佛的分身呐、啊，咱拢从体会了解，浮现伫咱的心头里，伫咱的心底，咱拢体会了解啦。就是人人心中的灵山塔拍开啦，大波佛现前，这是阿弥的譬如啊，一直到达提婆达多品。这个时阵，那提婆达多得佛受记，已经提婆达多对地狱啦，佛陀一个为伊受记啊，就是善恶，佛陀呢已经心中无有善恶，的上帝了啦，还是呢用感恩心啊。提婆达多是来成就伊成佛的对象，
所以呢，还是感恩啊，为提婆达多受记，安尼差不多了吧？确实呢，地主要甲大伯父讲，啊，咱是毋是来等咯？姻缘已经完成咯，是毋是？哎，等来去啦，释迦佛甲留落来呢，那才有这个姻缘啊。甲文殊菩萨啊，来对谈吗？好对谈，一个是怀疑，一个是解释。怀疑的呢，解释的也未完全解释了啦，那证明都出来了。两路呢，刹那之间突然出现啦，这就是上好的证明，这就是要证明。虽然呐、啊，在两宫都成类啦，甲人类呢嘛是平等啊。虽然年龄是真幼细，甲年龄真大，也是同款呐，佛性平等啊，无年龄的差别，佛性平等啊，无有畜生。以人类的差别，佛性平等啊，所以无男女的差别吼。这呢，在两女突然出现，伊已经表达出了，伊无偌久就会当成佛，所以释迦佛会当证明，唔是一定爱需要释迦佛证明。原来呢，两女呢。伊早啦，都已经咧修大乘行啦，有大乘的根器，早来都是一直有咯吼，熟悉啦，伫真久累劫以来啦，已经咧完了这个因，就是六道万行菩萨的因行啦。伊拢完啦，所以会当得成佛果啊！本来伊就会当得成佛果咯吼。那以为列东部众的如流，舍利弗该列入地呢？这如人那是因为呢业，所以呢成为如人心呐，啊，才来人间呢。受人间的这限制吼，那受人间的制度啦来障碍，那或者是呢，伫人类甲畜类的中间呐，来伫咧分别吼，那伊以为呢，两路是安尼受业来报的，报在畜生类。这是舍利弗以为啦，是安尼。既然是安尼，哪会当遐尼紧就成佛呢？这是舍利弗的怀疑啦。所以，伊就讲出了：如人有五种吼，五种的障碍啦。所以啊，说出五种者，就是欲令女人呐生警惕心、忌心的。舍利弗，敢有影真正无相信呢？老实讲，这也是伫这个道场啊，也就是舍利弗是动机者。咱会记哩讲，伫方便品开始，舍利弗呢是动机者。请佛讲说《法华经》啊，佛陀三智啊，所以舍利弗呢就安尼起来三请啊，请佛呢在甲这个心清微妙一心大法，请佛陀甲
大家人应该会记得。所以到家的这个提婆达多品这个时间啦，下离婚呢，还是要把握姻缘，因为两女这紧都会当成婚，唔是下离婚，伫咧怀疑，是多数的人呢，也阁有怀疑啦。地藉菩萨先来启疑，接落来呢，阁下离婚代替呢，这个凡类啦，就是较凡夫类级的，诶，怀疑再阁提出，那伊就是专讲，吼，就是故意啦，提出了女人的五种，有这五种的障碍啦，这要好。女人呢，生出了警惕的心，这就是下离婚伊的用心啦，吼。所以爱知影这五项的障碍，吼，那予人看不起对女人呢，就是有予人看不起的地方，尤其是修行，吼。所以要知影有初衷，吼，动发菩提心。啊，家己忏悔，家己呢，爱赶紧呢修行啦，咱爱有一个大丈夫相啊，咱爱有真正负起了天下的责任嘛。下离婚呢，伊会当负起了这个脱俗，会当感化啦，转凡为圣，这种。一大丈夫相，伊讲，我都无法度，你哪有法度，这么紧就成婚呢？这就是，女人原来会当成婚，只爱呢，咱会当改变，改变掉了咱这份呢，女人的虚华的性质，改变女人呢，这种要娇媚态的心理。那一旦安尼啦，端庄啦，好好发菩提心，同款啦，一旦行菩萨道啦，早求解脱，安尼一旦赶紧求得解脱啦，真呢，就是咱爱真用心去体会吼，圣人，不管是声闻性，或者是菩萨性啦，都是。为着要成就众生，了解体会佛法，啊，众生的根基呢，未整齐，菩萨大根基的有大根基的怀疑，那凡夫呢，小根基有小根基的怀疑，所以呢，咱要真感恩呐。地藉菩萨甲舍利弗，那真用心在这个道场呢，要成就呢，那天下搁较侪的众生来完成呢，这《法华经》啦，真完整吼，来解脱众生迄个心理状态，参加呢心内的怀疑。这个贪嗔痴慢疑啦，这部经呐，会当好好用心呐，这贪嗔痴慢疑拢解除啦，咱就会当发大心嘛，行大圣行啦，早求解脱，这都要看咱是不是要有时时多用心啊。